要了油灯不要了命。你确定留到最后吗？当然了，你们俩做买卖是吧？不想走了，我运动完之后脚还特别臭。啊，那肯定嫌弃。他用脚抽你耳光？想不到是你。如果再拖的话，我怕就真的不能见到你。本周日晚9:10，韩束红 BB 霜《非诚勿扰》，敬请关注。